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一单元，我们的校园故事。同学们，你喜欢来上课吗？学校里有朋友吗？上课时有乖乖听老师的话吗？那么在还没有开始我们的课程之前，我们来看看大卫上学去。老师会把链接放在下面，同学们记得按进去看。好，来到我们的课文时间，我们的校园故事。我们的校园故事。阳光悄悄来到校园，万紫千红的花儿在阳光下一起开放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段。阳光悄悄，这里悄悄呢是安安静静的来，悄悄的来，静悄悄的来哈。阳光来到校园呢，万紫千红的花，万紫千红是指很多颜色，很多五颜六色的花，那么颜色很艳丽哈，很好看的花，在阳光下一起开放。那么我们来看第二段，阳光悄悄来到教室，朗朗的读书声中，我们一起搭上学习的列车。好，那么阳光呢，它又安安静静的静悄悄的来到教室，教室就是我们上课学习的地方。朗朗的读书声中呢，朗朗这里就是非常响亮的读书声，形容呢声音很大声，就是读书的声音很大声又很清晰的声音。我们一起搭上学习的列车，那么我们就一起学习了，就像我们的学习就像火车啊，好像我们有上华语啊，下一节就上国语啊，就是我们像火车一样一节一节的这样子学习。阳光悄悄来到校园，万紫千红的花在阳光下一起开放。阳光悄悄来到教室，懒懒的读书声中，我们一起搭上学习的列车。我们一起歌唱，唱出世界的美丽，我们一起前进，感受发现的快乐，一起慢慢认识这世界，一起写下我们的故事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我们一起歌唱，那么我们在学校的时候，在上课的时候，我们都有唱歌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么我们唱出世界的美丽，我们一起前进，前进呢就是进步的意思啊，我们大家一起进步，一起前进，感受发现的快乐，我们来感受，来体验，我们学到新知识了哈。那么学到新知识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觉得很开心，很快乐。一起慢慢认识这世界，每天学一点点，那么我们就一点点一点点开始的慢慢认识这个世界，然后呢一起写下我们的故事，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，那么就变成我们的故事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段，白云在天上说着风的故事，我们在校园写着我们的故事，故事里有笑声，也有泪水，还有我们一起成长的点滴。好，我们来看，白云在天上啊，它和风一起吹来吹去，说着风的故事。那么我们在校园呢，就开始写着我们的故事，
啊，我们的故事有什么呢？我们在学校的故事有什么呢？故事里有笑声，也有泪水。那么故事里面的笑声，有笑声就是有开心的事情啊，老师称赞你啊，你在学校交到新朋友，然后呢，这些都是开心的事情。那么也有泪水啊，泪水就是眼泪的意思，那么就是伤心的事。那么可能你没有做功课，被老师处罚啊，这个是伤心的事，或者你和朋友吵架了，这些也是伤心的事。还有我们一起成长的点滴，这里成长的点滴呢，就是我们一路成长所经历的事情，所经历所有的事情加起来，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成长的点滴。我们一起歌唱，唱出世界的美丽。我们一起前进，感受发现的快乐。一起慢慢认识这世界，一起写下我们的故事。白云在天上，说着风的故事。我们在校园，写着我们的故事。故事里有笑声，也有泪水，还有我们一起成长的点滴。好，同学们，那么跟老师一起将这个课文再读过一遍。我们的校园故事。阳光悄悄来到校园，万紫千红的花在阳光下一起开放。阳光悄悄来到教室，懒懒的读书声中，我们一起搭上学习的列车。我们一起歌唱，唱出世界的美丽。我们一起前进，感受发现的快乐。一起慢慢认识这世界，一起写下我们的故事。白云在天上，说着风的故事。我们在校园，写着我们的故事。故事里有笑声，也有泪水，还有我们一起成长的点滴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来到我问你答的环节。好，第一题，阳光悄悄来到校园后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万紫千红的花一起开放，还有呢，懒懒的读书声中搭上学习的列车。我们在学校学习了什么？认识世界的美丽，还有感受发现的快乐。那么我们的故事里有什么呢？笑声、泪水，还有成长的点滴。好，那么现在来到识字环节，我们来学习今天所要学习的生字。好，这个是万，第四声调，部首是一。好，我们来梳空万，来，小朋友手举起来，横，横折钩撇万。构词有万一、万分、万不得已。止，第三声调，止，部首是下面这个西。好，我们来梳空，竖横竖提撇竖弯钩
撇折撇折点，竖钩点点，纸纸菜，纸红就是这个纸红色，紫外线。千，第一声调千，部首是撇。好，我们来竖空，很容易的，来撇横竖千。千金，千里马，千金就是女儿的意思啊，她喜当千金，就是说她生了一个女儿。万紫千红，那么就是形容百花齐放，颜色艳丽。我们来写画，花园里的花万紫千红，十分美丽。叫，第四声调，部首是反文旁。好，我们来竖空，叫。好，小朋友手举起来，横竖横撇横折弯钩提撇横撇捺叫。教师，教室。教授，指教。同学们，我们来看这个字，它是多音多义字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它有两个读音，一个是第四声调教，一个是第一声调教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四声调，我们怎么分呢？那么通常第四声调呢，它是名词，名词就是名字的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教练，教练呢是一个职业的名字，那么它是一个名词，教练。教训啊，你看妈妈在教训她的孩子，教训。请教，请教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声调教。那么通常第一声调的教，它是动词。我们来看第一个，教书，教书啊，老师在教书，那个是一个动词。那么所以呢，它是第一个声调。教学，教学，老师的教学很有趣啊，老师的教学，这个是一个动词。教课，教课也是一个动词，所以它是第一声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字，是，是，第四声调，部首是宝盖儿，是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来竖空，是。好，手拿起来，点点横勾横撇折点横竖横，室，室内，室外。课室，我们来写画，同学们分工合作，一起打扫教室。好，同学们一起来，同学们分工合作，一起打扫教室。懒，第三声调，部首是月字旁，我们来竖空，懒。点横折横横竖提点撇横折勾横横，再来一次，点横折横横竖提点撇横折勾横横，懒。朗读，朗诵。开朗，
这首诗很简单，让人朗朗上口。好，同学们一起来。这首诗很简单，让人朗朗上口。列，第十声调，部首诗西字旁，我们来梳空，横撇横撇点，竖竖钩，列列车。好，这里呢，这里的列是一列火车，这个列呢是量词，火车的量词是一列火车。列队，列传，列传呢它是一本书，那么你看这里有一个人，这本书呢是记录这个人呢他以前他做过了一些很伟大的事情，那么就被记录成一本书，那么里面都是关于他以前所做过的那些伟大的事，所以呢这一个书我们就叫做列传。这趟列车载着许多乘客，十分拥挤。好，同学们一起来。这趟列车载着许多乘客，十分拥挤。是，第四声调，部首是横，我们来梳空，横竖竖，横竖着。是，世上世间世界，去世界，第四声调，部首诗停。好，我们来梳空，界竖横折，横竖横撇捺撇竖界，界限国界，眼界。长大后我想出国旅游，看看这个世界。好，同学们一起来。长大后我想出国旅游，看看这个世界。长，第三声调，部首诗心字底，我们来梳空，感来横撇横竖横折横斜钩撇点点握钩点点，感感受，感觉，感动。口感，口感就是吃起来的感觉。受，第四声调，部首是右字旁，我们来梳空，撇点点撇点横勾横撇捺，受伤，难受，享受。明华感受到妈妈对她的疼爱。好，同学们一起来。明华感受到妈妈对她的疼爱。泪，第四声调，泪，部首是三点水，我们来梳空，点点提，竖横折，横横横，泪，热泪，泪珠，眼泪，泪水。我校校队获得篮球比赛冠军，球员们高兴地流下泪水。好，一起来。我校校队获得篮球比赛冠军，球员们高兴地流下泪水。滴。
第一声调 B， 不熟也是三点水。好，同学们准备，我们来竖空，手举起来。好，来，点点提，点横，点撇，竖横折勾，横竖，竖横折横，滴滴水，一滴水，汗滴，点滴。这个打针这一包东西哈，我们叫点滴。文文的日记记录了他的生活点滴。好，同学们一起来，文文的日记记录了他的生活点滴。好，同学们，今天的学习到这里。那么现在呢，来到考考你的环节，我们来看今天的生字，你都学会了吗？万紫千红，教室，朗朗，列车，感受，世界，泪水，点滴。好，同学们，你都读对了吗？好，同学们，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堂课见，拜拜。